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时时称颂他，因为他是唯一的神，他的爱够给我们用。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
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来欢呼称颂他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高唱称颂我们的耶和华，哈利路亚。
因为我们的神是主耶稣，是完全完全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你的爱，主耶稣，很伟大，很伟大，主耶稣，他的怜悯，哈利路亚，比我们不能够无限量的，哈利路亚，他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比他的关照海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Yeah.
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赞美神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疼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呢可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恩膏你不配的仆人，让我们分享的，我们听到的都得到力量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整个也在讨论什么叫做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心里面呢充满着什么呢？嫉恨，充满着什么呢？讨厌，充满着什么呢？报仇，充满着什么呢？烦恼。为什么呢？烦恼那些人齁，为什么捉弄他的，为什么对他不好的，他们的生活比他还要更幸福。如果我们是这种人的话呢，我们就永远呢不会得到，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叫做爱。耶稣非常的疼我们，非常的爱我们。我们还没有爱人之前呢，我们要领悟到我们是被爱的。很多人呢心怀什么呢？伤痛的活着，那些伤痛往往一辈子无法涂灭，最后呢抱着遗憾的离世，内心呢满是伤痕与憎恨的人，难以适应社会的生活，甚至呢会犯下重大的罪行和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伤痛要如何才能治好呢？造成伤痛是因为缺乏爱的缘故，爱是对付伤痛的强力的持效药。你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这个人充满着嫉恨？为什么这个人充满着要复仇、要报仇的性格呢？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爱。最近呢，我看到了一个短短的这个戏剧，那就是《倚天屠龙记》啊。小时候呢，我们非常喜欢看古龙啊、金庸的这个小说。这个小说里面呢，我看到了，我是偶尔的去看的啊，不是每天都在看的。有一个峨眉派的长老啊，这个是女孩子，她是尼姑啊，她呢把她的徒弟啊给打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徒弟呢不肯做他要他徒弟去做的。他说师父，我做不下。他说你这个没出息的。他就一大掌一打下去。我看了，哎呀，这个峨眉派的长老，这个是小说，这个是故事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，他的心情为什么这么狠，这么没有爱心，连他自己的徒弟跟随着他20多年的，他都敢一巴掌的打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师父呢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要把这个峨眉派呢成为呢武林中无敌的什么呢，这个宗派。所以他要他的徒弟做出那些不好的事情，要得到什么呢？那个倚天屠龙记的那个宝剑，这个遗传下来的什么呢，这个邪法，这个邪术，这个功夫。所以他不择手段的要得到这个宝贝，所以呢连自己的徒弟他都把他杀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爱的人永远不懂得怎么去爱他人。今天呢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，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领悟到耶稣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，他是爱的源头，他是慈爱、仁慈、
慈悲怜悯的神，他的爱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并且医治什么呢？伤痛。当我们住在神的爱里，神也会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只要遵行神的话，就会什么？明白自己藏在爱里。约翰福音第15章10节说，你们就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的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没有一个宗教，没有一个人讲爱呢，比耶稣讲的还要更深彻，还要更透彻，还要更明白。所以靠着爱才能区分我们是属神还是属魔鬼。神的儿女是活在神的爱里，但属魔鬼的人却怀着憎恨、埋怨以负面的心态活着。因此呢，基督徒要成为爱的使者，我们要成为爱的使者，把福音传给属魔鬼的世人，引导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成为什么呢？主的宝贝。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最大最重要的诫命，若能如此爱神，神必赐福给我们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事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很多人说，牧师我做不到，其实呢我也做不到。那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做到呢？那就是因为呢，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当我们爱主之后呢，圣灵就会改变我们，圣灵会给我什么？给我们力量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。所以我们付出爱，不是靠着自己的修养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圣灵给我们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所以我们就会活出爱来。神爱世人，不是我们先爱他。约翰一书第4章10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他以无条件的爱先爱了我们。约翰一书第4章19节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所以那神那么伟大无私的爱，足以改变了我们，医治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的伤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爱我们比耶稣爱我们还要更深。你说，牧师我的丈夫爱我，牧师我的太太爱我，牧师我的孩子爱我，我的父母亲爱我，是的，他们爱你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爱你呢乐意的，能够的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唯有耶稣基督，他这样子的爱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爱呢是没有条件的，他爱呢是无私和牺牲的爱，把全人类从罪里呢拯救出来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称呼他阿爸父，阿爸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刻在他的心里面，然后呢他爱我们。经历过神的爱，就要把这份爱活出来。有一首诗歌，活出爱来，约翰福音第4章，约翰一书第4章11节，亲爱的弟兄们，神既是这么的爱我们，我们也当什么呢？彼此的相爱。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当我们接受到耶稣的爱的时候，当我们领悟到耶稣的爱的时候，当我们赏赐到耶稣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彼此相爱。我想告诉你，很多人都得到了神的爱，但是呢他不爱他人，很可悲。我们现在成了亏欠主爱的人，神的爱是还不完美，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爱，这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整个也在说，我们要互相的彼此的相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爱我们。所以呢，
圣经就在说，在马太福音22章39节，其次呢，也想尽什么呢？就是要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，真的，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了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什么呢？命令。约翰一书第四章20-21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互相彼此的相爱，要把这个爱传递给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也领悟到神的爱。记得我们被爱的子女就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在爱里面合一，为了主的身体及教会，务要知始忠心，把从主而来的恩典呢，什么呢，传到各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实际爱的运动，实际爱的理由，实际爱就是要我们互相彼此的相爱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的相爱。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爱主的人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顺服神的命令，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互相宽容，互相忍让，同心合意，周围人就看到，诶，这些人很奇怪，他们这么多爱，我要学习他们，我要跟随他们，我要进入他们的团体。这个就是爱的能力，爱的力量。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呢，不要害怕。圣经再次告诉我们说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石头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单靠口里说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是我的弟兄姊妹，没有用的，要实行出来，要做出来，那就是真正的爱。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宽容，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彼此的相爱，一定会看到神迹跟随着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要一起低头祷告。还没有祷告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境界很有意思。圣经说，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妒忌，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哇，这个境界就教到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出爱的真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盼望呢，各位也能像经文所教导的彼此的相爱，实际的真爱。所以我想鼓励你，记得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慈悲，爱是不妒忌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这种爱呢，是无条件的爱。这种爱我们会得到，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在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信靠，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圣灵会住在我们心里面，他会帮助我们做出活出爱来。遵守神命令的，就王又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当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被改变。以前我们很自私，突然间充满着慈悲怜悯的心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
耶稣的圣灵改变了我们。圣灵呢进入我们心中，加添给我们力量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真实活出神的爱来。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做不到的，但是靠着圣灵我们会成功。如果感到软弱、受伤、失望、疲惫，主会赐下奇妙的恩典，要叹息，用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圣灵，活着基督徒的生活来啊！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脱离罪与绝望的什么呢？捆绑。所以很多人说，牧师，真的吗？我说，真的是真的。你说你有经历过吗？如果没有圣灵，我说啊，我是第一个进到什么神经病院的。为什么呢？受不了压力。当牧师的我们想到弟兄姊妹的苦境，想到弟兄姊妹的问题，都有的时候很伤心，以泪洗脸，为他们祈祷。那我想告诉你，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力量呢，我们是做不到的，自己的事情都够多了，还要去帮助别人。但是呢，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自己问题很多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也会帮助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关怀他们，祝福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力量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得着传福音的能力，得着什么呢？实际主爱的能力。因此呢，要求主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。主的灵啊，求你进入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为充满圣灵、充满着爱、为了神的荣耀而能献身生活的基督徒，那就是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。记得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好，我去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，你的爱是这么真实的，你的爱是这么有意思的，你的爱啊，祝福了我们，你的爱改变了我们，你的圣灵带领我们，你的圣灵也改变我们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希望你可以塑造我们，成为你的器皿，成为你的儿女，彼此的相爱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